七号战死，霍灵穗被周元夺得，接下来该去结束外面的战斗了。今日你折戟在此，就没人敢再犯我大周边境了。殿下，我愿降服。四品蟒属受贿，修炼祖龙经第一重通天玄蟒签的材料就凑齐了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累了，睡会儿吧。殿下身边有这头元兽和妖妖，再加上黑毒王，等于有了三个太初境强者，这实力足以横扫整个大周王朝，包括大将军府。此次夺得火灵穗，大将军功不可没。不过齐王府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日后若跟齐王府开战，还望大将军能鼎力相助。殿下放心，我大将军府定当全力铲除叛逆。多谢大将军了。诸位，我们离开吧。宝贝都收光了。这战魁宗颇有些实力，他们的遗迹怕是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没想到这里头竟然另有乾坤，幸亏瑶瑶姐神魂感知厉害。好复杂的元纹结界，看着能量波动，连我都不敢硬撼。这道结界极为特殊，必须用特定的元纹才能开启，若是强行开启，它便会自爆。这方圆百里它是难有生灵存活。看来我们是与这门后的宝贝无缘了。那倒不一定。好，瑶瑶姐，难道你连这种元纹结界都能破解？这元纹结界怕是至少要五品元纹造诣才有可能尝试破解，我现在倒是做不到。不过若有了那道特定元纹，不就能打开它了吗？瑶瑶姐知道那道特定元纹？那自然是不知道。瑶瑶姐，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好不好？但我有一个猜测。这不是在求魔城中花20000元买的冤枉货？当初我就觉得它上面的原文特殊，现在对照着看，这玉牌上面的原文应该就是开启这原文结界的钥匙。这么说，那20000花得太值了。先试试吧，你们退到外面，免得我失手波及到大家。这道原文年头已久，也不知会有什么变故。大将军，你们先到外面等候吧，我留下来陪瑶瑶姐。是殿下，我去外面为你们护法。殿下放心，我相信瑶瑶姐。你就不怕危险？我答应过师父要保护瑶瑶姐的，怎能让你独留险地？我看你是怕我把宝贝都偷偷收走吧。殿下，我也留下。那其他人先离开吧。哦，是。开始了。
火灵穗就要盛开了，黑毒王只能拖住魏苍兰了。没想到魏苍兰这边也有太初境元首，看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。带人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跟过来。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齐日天有什么好怕的？这小子怎么可以接下我的全力一击？再来，冲劈玄元术，金石不破。主爷，这金石不破，乃是金石混元器的配套元术，具有超强防御力。看你还怎么跟我斗！魔毒者一大一仗，黑毒王吃亏不小。不过两人都是太初境强者，没那么容易分出胜负。还真让我意外，区区氧气境初期竟能跟我斗到如此程度，元气却还未枯竭。你也比我想象的难缠一点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冲劈玄元术，天津焚云枪。冲劈玄元术，黄极印。受死吧！这都还没死，连我都忍不住想夸你，可惜。我有金石不破，防御力远胜于你，所以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。
没想到你死之前还是这副令人讨厌的表情。我只是觉得你可怜，谁输谁赢都分不清。装神弄鬼，死！我的身体怎么回事？这是天元笔的第二道原文，叫做青石。我喂养了几个月的元兽精魂，才让他在前几天觉醒过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元气被带走了，守御渊。先前我的天元笔每一次刺穿你的皮肤，都会有一根肉眼无法察觉的毫毛侵入你的体内，他们会潜伏在你的血肉中，偷偷侵蚀你的元气，最终带回天元笔，为天元笔提供元气。不愧是苍云师父曾经的圣元兵，两道原文就如此神奇。混蛋，你以为用点卑鄙手段就真的赢了我吗？恢复元气，非把你这废物碎尸万段不可！无能狂怒又有何用？你已经败了。我要让父王发兵，把你们大周皇室诛杀干净。至于你，我死！火灵髓母体周边衍生出的种子，离开母体就无法存活到收成。不过只要采得了这株火灵髓母体，回去后精心栽培，便可繁衍出更多的种子，到时候我大周便有独一份的四品原石资源了。此次将军府有大功，等火灵髓成熟，定有将军府一份。那我先行谢过殿下了。也有你一份。我只是好奇它是什么味道，可不稀罕。接下来该去结束外面的战斗了。陆统领，我劝你死心吧，就凭那废殿下的实力，恐怕早就被大公子收拾了。闭嘴，老实待着吧，大公子出来，我会让你进去给他废殿下收尸的。恐怕要去收尸的是齐管家你了。哼，殿下，怎么是你们？大公子他齐浩已经先走一步，谁再敢顽抗，我就送他去见齐浩。怎么可能？少林，齐浩战死，火灵髓被周元夺得，不过他们的人马也是元气大伤。很好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杨龙锦，
紧。上前一步者死。太冲劲元兽，这边去了也是送死，我们走。是。姚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四品蟒鼠兽魂，周元，不要错过。幸好没被吞吞吃了，不然要想再找到第二条四品蟒鼠元兽，不知又得费多少时间。100盘元兽肉干，成交。这下，修炼祖龙筋第一重通天玄蟒器的材料就凑齐了。吞吞，解决掉黑毒王，再给你200盘肉干。跟我战斗还敢分神？魏将军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我不过也是替人办事而已。和你身后的大家伙说去。魔掌！没脑子的畜生，我的毒气你也敢碰？畜生就是畜生，居然自己找死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，竟不怕我的教魔毒？殿下，我认输。你放我离去，我敌不困大周一死也好。今日你折戟在此，就没人敢再犯我大周边境了。那我投降大周，为皇室处理怎么样？殿下，此辽狠毒狡诈，小心被反噬。殿下，请给我一个效忠大周的机会。姚小姐，你有什么手段能够控制住黑毒王，让他日后不敢生出反心？有是有，但得在黑毒王没有丝毫反抗下才能施展。黑毒王，你若真有此心，就下来任我处置。若不愿意也没事，就用你的命为那些死在你手里的大周子民赎罪吧。别打了，我越想。殿下，殿下，我越想不。你若真心降服，就让我在你身上种下一些手段，如何？是。抬头。黑毒王，收敛你的元气，不得有半分抗拒之心，否则此法不成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这叫锁神子母纹，若你敢心生反意，只要催动母纹，你的神魂就会顷刻覆灭。这是母纹，若他有一心捏碎即可。日后你就为我大周征战，也算是为你造下的那些罪孽还债吧。是殿下。若只是神魂攻击，想上周元可不太容易。续境中期，恭喜殿下成功得到御音果。周元他们应该还在跟那六个天官境战魁苦战吧。陆统领，快让大家攻击战魁的后心。火灵岁就要盛开了，我们快过去。
来的倒是挺快。周岩，奉劝你最好马上离开，否则等下想后悔可就晚了。大将军，火灵穗就要盛开了。裴城主，接下来得请你出手了。看在三座郡城的份上，我自会帮到你。魏苍兰，你儿最近怎么样了？找死！殿下，你们去的火灵穗，我来对付这个老毒。哟，新哥起，那人是魏苍兰。早就听说黑毒王和魏苍兰不对付，最好拼个两败俱伤。黑毒王，这一次我定要斩你！就怕你没这个能耐。而这些年所受的折磨，将加倍偿还。魏苍兰，你可真不长记性，还敢与我的障魔器硬碰？你以为我没点手段会随便跟你的毒气接触吗？此为万木御毒纹，是顶尖的三品原纹，将它催动能够防御百毒。有这原纹相助，我不用再忌惮障魔毒。我爹占上风了。大公子，看来黑毒王只能拖住魏苍兰了。能拖住就够了，我们又不是只有黑毒王这张底牌。元兽兽魂为核心的巨蟒战魁，齐浩，你在搞什么鬼？多亏周元殿下最近声名鹊起，让大武加大了对我们的支持。这叫控魂笛，专门用来控制兽魂。控魂笛，我就请他出来陪你们玩玩。大武，刚好这巨蟒战魁的核心就是一道四品蟒属元兽兽魂。认命了。这家伙吃了你这么多元兽肉干，
也该帮你干点活了。瑶瑶姐，你是说让吞吞去对付那巨蟒战魁？好吧，吞吞，你要能干掉那大家伙，十盘元兽肉干。快保护殿下！都统领，你们先退下。相信瑶瑶姐。竟把一头小兽丢出来，看来你们真是黔驴技穷了。周元，今天定要让你们全部葬身在里头。派出禁元兽，看来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啊！但愿他们能够鱼死网破。周元从哪儿找来这么一头太出禁元兽？火灵碎石开了，快过去！陆统领，你带人协助吞吞，我们去追齐浩，不要让他抢先了。我也留下来陪吞吞，还有盯着那些人。瑶姐，放心吧，有吞吞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齐王府的人和魏苍兰他们开始去抢火灵碎了。哼，先让他们打，等我们大队人马赶到，他们也该两败俱伤了，到时候再动手不迟。大公子，他们追来了，你带人拦住他们，等我拿到火灵碎，亲手宰了他。是。你可真有勇气，一个人也敢跟过来。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齐日天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齐王府，
府顶尖元气金石混元气。原来你已经到了氧气境初期，难怪敢单独面对。不过你的元气这么透明，还没修炼功法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此寻死路。娘，是喜欢硬碰硬吗？再来。氧气境初期，连功法都还没修炼，看你能撑多久。你想要打多久，我都奉陪到底。